三星乡位在兰阳平原上游，是典型的河川冲积平原。贯穿三星乡的安农溪是引进来自中央山脉及雪山山脉洁净的兰阳溪溪水，宜兰丰沛的雨水使溪水潺潺不断的流入，这里的农田蕴含丰富的矿物质，滋养出三星地区优质的农作物。高阶梨树的种植采用嫁接方式，在30多年前由三星地区稻田转作试种成功。三星因地名和军阶一致而有上将美誉，这里所生产的梨子就叫做上将梨。品质逐年提升的上将梨成为夏季经济作物中最令饕客赞许的果实。每年的7、8月是上将梨采收的季节，分别有杏水、风水、黄金和星星等品种，果肉雪白，肉质细嫩，心核狭小，汁多味美，是三星乡上将梨共通的特色。伊上好的特点就是伫水分多，果肉足油的。啊，咱台湾讲会怕，所以比其他的水果拢较好吃，就是伊最大的优点就是伊这个口感足好的。上将梨是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所种植的改良梨树，采用生长力旺盛的衡山梨树为砧木，以手工把高冷地区的梨穗嫁接起来，再施行花苞授粉工程。在花期成长时，花农会用小伞为呵护花苞，避免外力影响结果率而进行相关的工作，形成一幅梨树撑伞的特殊景致。我们三星上将梨的花非常的特别，我们必须撑那个小雨伞啊，因为我们三星地区的雨比较多，而且目前下的大部分都是酸雨，为了怕那个酸雨把那个花器打坏，所以我们必须在每一颗嫁接好的花苞上面，在开花之前把它撑上小雨伞，避免它的花器被酸雨淋坏掉。而在结果的40到45天期间，农民会以4层牛皮纸套袋把梨果隔离，确保无农药残留污染。三星乡特有的地形地貌，使得夏季早晚吹东西反向的风势，加上早晚温差大，气候湿润，生长出质优味美的上将梨。近年来，休闲农业发展迅速，梨农种植上将梨技术也愈趋成熟。产销班推陈出新的行销手法，结合体验行销、认养梨树的创意，让游客亲身经历上将梨的栽培、生产流程，从嫁接、生长、套袋及采收的过程，体验农业生活，了解农人的辛劳，感受果实的甜美。今年的品质比较好一点，它水很饱满，然后皮很薄。好不好吃？好甜哦！第一年来的时候，发现说哇，那个梨树啊，哦，上面长着梨子啊，如果可以自己采，应该感觉不错。我就跟那个翁班长讲说，哎，不是有果树认养啊？啊，你们怎么都没有做？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不知道怎么做。那我就说，那我来养它，啊，你给我养。三星地区农会也积极推广优质三星上将梨品牌认证，并集合优秀梨农办理品质评鉴，共同推出上将梨成果发表会，将当年度最佳品质、口感以及优选的上将梨介绍给消费大众。目前在三星乡种植上将梨栽培面积约55公顷，多半采地产地销方式。三星地区农会配合产季办理上将梨套装旅游，让游客来到三星，踏进农田，亲自在开放的果园体验上将梨采果的乐趣。我挖完农奶，在对面采到了三星的梨，来三星的黄金。我听讲，若要摕到遮尼好的品质，有咧要来灌牛奶，
有遐迄落啊管特别的啊，即种的啊，即、這个有机肥垫垫。所以来到宜兰，各位这两户，咱今仔日来到遮，知影讲来啊，咱的农户给你种，种了品质有保证。啊，你搁一年四季通啊来看看伊的成长。所以无形当中，你毋是干呐啊得到迄、那个啊来啊的啊即、這个食的迄个价值尔，搁享受着阮农村文化，享受着啊如果你有厝的小朋友来看到即种的农村体验，包括咱真济。这种的数据的变化，民众也能够以电话和网购方式向三星地区农会或果农来订购，轻松将雄期的上将梨宅配到家，众多管道都能够选购到优质的三星上将梨。三星的上将梨拥有独到口感，成为国内高经济作物中最平价美味的水果。咱三星农会对这个上将来推广吼，伊其实咱讲实在是出一个真大力量啦，包括这个技术的技术的教导吼，加这个土壤吼，啊天然气啊，这个判断以及上课吼，啊加这个咱这个土壤合理化的施肥，啊以及加这个农药残留啦，啊加这个媒体的推广吼，这个拢做一个相当的力量安尼。在三星地区农会与农民的共同合作下，将不断提升栽培管理技术与农友的经营管理能力，促进上将梨的品质再要进，推广上将梨成为国内优质水果的第一品牌。